你有什么话想要对读设计的朋友，或者是正在设计这个行业的朋友说些什么话吗？因为你有十年的经验嘛。讲十年好像自己有点简单。没有啦，没有。Hello， 大家欢迎来到频道，是戴娜，带你进入我的生活。然后今天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个我的新的策划，叫做《重新认识台湾》。为什么要开始这个策划？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我跟台湾呢有一些隔阂，就是在经过六七年在澳洲生活，然后现在回来台湾，再加上我身份的转变，从学生变成社会的新鲜人，然后我觉得有一些很大的隔阂，是必须要我重新去认识这个地方。才能得到一些填补。我要怎么填补这些空隙呢？就是我想要借由认识不同产业的人的方式，来更认识台湾的社会和这几年的改变。然后希望这样呢，我能帮助到一些比较不熟悉的朋友，了解到某些领域上的认知或者是知识，当然也能帮助我更认识的地方。在这影片中呢，我会针对不同产业的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 interview。 然后今天我很荣幸邀请到网站设计负责人 Ariel 来到我的频道，然后我们欢迎他。 Hello。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 interview 吧。首先你可以先自我介绍十秒吗？好，十秒。大家好，我是女子设计公司的创办人兼创意总监 Ariel。 然后我们公司目前就是在台北设立的一个设计公司。那我们目前公司的话有大概三位设计师，然后两位行销人员跟一群很有热情的工程师这样子。对，了解。那第一个问题，你在这行业多久？其实我们从事一直以来都是从事平面设计的行业。那我们短暂网页设计跟网站架设这一块大约是三年的时间。三年。对，但是我们在做平面设计这一块，已经到目前今年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哇。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工作内容都主要是什么？我们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不外乎就是跟设计有关，比如平面设计、包装设计、CI 设计，还有网页设计，那再加上还有网站建设。对，那我们现在目前转战就是比较着重在网页设计跟网站架设这一块。对，那网站架设的话，我们是有提供100%的客制化服务，就是完全对到客户的口味跟他们的需求，对，然后来进行设计跟建设。了解。那你们的网站设计跟一般外面的设计有什么差别？对，就是像刚刚我说到，我们设计师是完全100%可以让客户符合他想要的一个画面。对，所以不是像外面那种可能套图片的，或是只是一个版面给你，但是我们连同版面版型全部都是客制化拉出来的，所以我们会需要很多工程师的一个专业，那再加上我们设计的专业融合在一起。对。好，所以你刚刚已经回我下一个问题，你们跟外界的套版网站有什么差别？那刚刚就有讲到都是客制化，然后还会请工程师，对吧？对对。好，那我们直接跳下一个。我不知道这能不能问啊，但就是我问一看，就应该很多人想知道，就是你们一个网站的预算大概都多少，在什么样的位置？可以 OK 透露。可以啊，可以可以。其实我们公司的话，在建制网站上面，平均啦，我们以平均来讲，因为其实还是很多细节要谈，因为譬如说功能性跟什么的，但是平均上来大概是 range 大概是20-40万。那如果说还要再更客制化，像我们最近会像例如说赛事分析的一个网站，它需要接，对对对，它需要接入很多数据库。跟他一些工程的一些专业性，那可能这个费用就是要再洽谈，可能就会更高。对，就是会依照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调整，当然我们还是会依照客户的预算去做考量。对，然后达到彼此的一个平衡，这样感觉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对一个工作。再来下一个问题，就比较不关于工作，就是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读设计的朋友，或者是正在设计这个行业的朋友说些什么话吗？因为你有十年的经验嘛。好，讲十年好像自己年纪大，没有啦，没有，听起来还是很年轻。其实我觉得，与其说要给经验或者是传承，我觉得是给设计朋友就是一句话，是我觉得做设计这行就是需要有很大的热情。当然，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设计前辈。对，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没有热忱是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因为设计是关于头脑里面的东西，可是还要把头脑的东西加注在电脑软体上。所以这光是这个事情就需要持之以恒的热情跟耐心。对，就是你对于设计这块如果真的是非常有热忱的话，我真的很建议就是可以好好的把这条路走下去。了解。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很喜欢，因为喜欢是因为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因为你看到把一个热腾腾，然后客户真的是他想要的一个设计给他的时候的那个成就感是非常满足。对，哇，好棒，我已经感受到你的热忱关于你的工作。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不排除那些工作的东西，就是你满意现在的生活吗？你快乐吗？很快乐，对，因为我其实很简单，因为除了工作以外，但是工作带给我的后续的影响，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要享受生活。对，因为而且再加上我们做设计的，其实就是很 care 生活品质跟你的 lifestyle。对，所以说如果就是也是因为这个的工作环境，然后让我知道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可以拥有更多更好的一个人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个成长让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满足、知足跟快乐。讲得很好。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采访，然后很谢谢 Ariel 来到这里我的节目。然后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呢，你可以给赞，然后你可以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好，谢谢 Ariel， 谢谢，拜拜。